你们怎么老是叫我卡别人牌啊？我看你，我样子是很真的很像工具人是吧？啊？又要卡狮子啊！好好卡一下。明天不想加班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明天礼拜日哦。哦靠，哇，原来今一哇，哦，原来今天已经礼拜六了，这么快啊？时间怎么过那么快啊？我还打算明天开台，感谢你提醒我。哇，原来现在礼拜六了，靠腰，怎么时间过那么快啊？果然有一句话是对的，当人呢沉寂在他喜欢的兴趣当中呢，时间就是假的，会过得很快，就代表我对直播很有热忱。辛苦啦，黑老师、绿茶，很多很多很多邀请选手都辛苦啦。邀请选手最后只剩下谁啊？只剩下绿茶跟爵士拿铁，其他的都死光了。什么 K 宝宝、黑老师，然后丁特花人就全挂了。又要这样骗自己哦，扑克人。爵士男体还是很厉害，好几次比赛都挺进决赛的男人 ，NB， 人家是国服1400分。选二的人又想要滑死，你们这些观众啊！先用狗头吧，用扎克吧，狗头没什么用啊，先卖了扎克。赢了抓老鼠，拉五等。为什么会老八？不可能老八的呀！这个游戏老八真的很夸张哎，脸都没了老八啊啊！这个独永恩的这个人，刚刚比赛还嫌做不够啊，都老八了，来到这边还要做啊，要死了呀！在情况变糟时，就叫上布隆吧。没事，失败乃成功之母。我们下次比赛一定会更好的。阿华，标题可以改一下吗？有没有 MOD 啊？帮我改一下。比赛差点晋级。下次再努力。我连汗都没出。我们即将迎来清算。该介绍我。我六等可以开六守护，挂个一折，肯定的，没问题哟。阿华是最棒的哟。
来我吧。诅咒冠冕，我想笑。我六守护来。怎么只扣他四滴血啊？他不是扣两倍伤害的吗？我操了，有 bug 啊！哦，二阶段一只怪两滴，所以扣四滴。他这个人拿诅咒冠冕输了两波，88滴，牛逼啊哥！你们吃炸馒头都会加炼乳哦？我都不太喜欢加，我比较喜欢吃干干的，硬硬一点点。我比较喜欢吃硬点的东西，可以咬咬久一点点，就可以这样。你这个很危险，发炎，这被检举被 ban 了，跟你说。你这个很危险，发炎啊！真的有一些检举方去干你。哇操嘞，这都能掰出来啊，这都能掰。我不能选二，他是同行。我如果选诶，你要不要转啊兄弟，你转我就选二了呀。他也选瞄准镜啊，哇操了，这些变态，拜拜。先走一步啦。做头衔，让他们排成一列，我来让他们下跪。哇，这鸡哥，这伤害，哇，这个盾。他选诅咒冠冕是咋意思啊？这把的人怎么那么奇怪呀、啊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下次一定，下次一定，办一个阿华之身。下次一定。我不怪你。
天使吧。鬼手大天使，代加，过度上酒，转龙王。主播比赛加油，好的，下次比赛加油。这一次已经嘎了呀。有没有听过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？塞翁失马，下一句怎么说？焉知非福。代价不来，就找别人呢、啊，对不对？这版本的龙那么厉害，你他妈这赛特是多强啊！你把他踢到我脸上，你！牛逼啊，兄弟！哇！来介绍我自己。一起来吧！你滚吧，那鬼妈的嘞！卡牙铃。你们怎么老是叫我卡别人牌啊？我看你，我样子是很，真的很像工具人是吧？啊，刚刚比赛叫我截图，现在又叫我卡别人牌，妈的！我在卡别人菜呀。而且他，哦，他没有要低牌，他要上，他要上啊！我操，他两星牙，他一星牙灵而已，哎，他这个人嘎了呀！又是光明装备，光明大天使，光明法宝要吗？不要，光明大天使，大天使，大天使。大天使光明巨杀，光明巨杀也不是说不行，再加个龙牙，还可以哦，还可以，要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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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开。我总能找到破绽。我们这把有机会转正，来个经典差牙局。我看一下有没有同行，他这个是玩翠玉赛粉，这个是玩，这个像是菜牙，他已经三星牙灵了，四杠一三星牙灵，又在搞彩色，彩色彩色，再一只行不行啊？划水吧，目前我们这个经济只能划水上八了，没有必要低牌，牛逼！星界赤府古代档案百宝袋，我需要吸血。又要卡狮子啊！好好好，卡一下。我这个是卡别人牌的，我自己不要玩。我没有要转鸟人啊。反正不急。我这个血量选完秀四杠五再拉八都不迟，我即便再输还有60多70滴血。挂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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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去战斗，要就让开。
打完这把找点事情做吧，今天不太想下棋啊。有没有推荐啊，观众们？斗地主不玩，不赌钱，不要赌钱，你们不要整天想要赌钱。你们就是一群吃瓜群众的心态。隔壁两个兄弟输钱，你们很开心，就想要看别人在输钱，恶心啊！感谢冰糖的哦，冰蚕水柿，感谢你的四个订阅。滴滴滴滴，好久不见，最近大家都很忙，确实。刚刚我在比赛当中大杀四方，差点晋级，可惜了。情况不妙，这是我处理方式。世间蛟龙，唯我独尊。感谢熊文丹的水水赠送一个，谢谢。我感觉还是龙吧，差雅没什么上限，只有龙才是真正的版本答案。第三件装备最好是法爆，没法爆有点拉垮。我怎么一直在卡别人牌，在干嘛？别跳我！我觉得还是得低一下牌，因为其实我现在是多一个人口的，我跟九等是没两样的，所以这边第一个金龙在前排是很关键。我打这一家刚好被 counter， 没办法，他会跳我的那个，跳我的索尔，我看情况吧，也不一定要低牌，能上九，能上九肯定可以上九。法爆科技枪三项之力，科技枪有需要吗？我有星界赐福耶，哎呦好烦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想一下，科技枪地蓝 buff， 科技枪直径法医，反正我有甲甲，其实也不用这么的完美装备，待会选那个选秀还可以拿，我拿这个吧，感觉这个 还可以，蛮通用的，这个要了，先做个科技枪，然后呢，再弄个假人，再给个蓝 buff 给你，马上给盾。这个罩呢，就看情况，不急。我们先观摩两波，如果两波都赢了，可以上九，上不了九就第一排。老鼠滚，羊刀奶妈，呜，好帅。照你，这个人两星金龙了，哇！下一个再炸他，哇！他奶起来了，而且龙兽带科技枪还可以帮队友回血，
很关键。下一发应该是大的，直接把他菜给炸死行不行？变。阿华比赛怎么了？刚刚没看到有料吗？挺有料的，名落孙山。我在比赛当中的表现亮眼，大杀四方，可是被奸人所害，名落孙山。谢谢蜜瓜。OK。上酒吧，我的前排怎么跟豆腐一样啊，兄弟们，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？这个压力跟鬼一样。可惜喽，赖你们。哦，完了，没照到。他右边呢？需要一张能救我的牌，有没有法爆？没有法爆。上酒吧，第一排看看。世间蛟龙，唯我独尊。银雪剑得找个龙女还是什么鬼的，不然的话没什么用啊。感谢 O159789 的订阅，谢谢你。你哎，这狮子狗是真的烦，两心又痛又硬。我没降之玉哦，发现有了，他过去烫他，拿那个火斗去烫他。超大玉螺旋丸，你还没死，赖着不走。
讲道理，我应该没有必要开那么多秘术，因为打他不需要秘术，打这一家也还好。龙女换小玉应该是最好的，而且也不用被限制站位。银血剑巨杀，龙女能用。如果要是比赛能长这样就好了，要是比赛我八等低到索尔的话就不一样了呀，要是比赛我一开始那么顺就不一样了呀，对不对？顺风谁不会玩啊，兄弟们？就是如果你能逆风，然后变那么就是变那么稳健，这才是重点呢、啊。地龙不要了。我八等有低到，可是装备不合适啊，没办法转。最后一把就是八等那个潘朵拉道具没变到，没有变到一根魔棒，但凡有一根魔棒，我都不至于那么惨。哎呦，他在追杰西，兄弟们，我卡他杰西。你别伤心，你真的不要，兄弟不要。墨菲定律，越害怕的事情越容易发生，我不怕。你是打大霉逼，大霉逼，倒霉倒霉，他没钱，他递不到，除非他最后一手，最后一秒钟递到这个三星杰西，但是也不太可能。完了，被他吹到了，没照到他，这波失误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他没赛粉。三星杰西跟鬼一样，兄弟们，这版本改强了。我赢了，十五秒，十八秒已经过了。别，要是比赛。我长这样，谁打得过啊？啊，谁能打得赢我？妈了个杯嘞！要是比赛，我会至于老八？啊，妈了个杯嘞！傻杯游戏。